琴林真莹，我是小提琴王庭芳，我是大提琴范子萱，我是中提琴陈映真。7点，在王道银行音乐厅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场音乐会。音乐会的名称叫做奥二弦琴。那顾名思义，整场音乐会呢，都是由德奥作曲家以及俄国作曲家的经典作品所组成的。那欢迎大家来听。我们的作品呢，有贝多芬的早期弦乐四重奏 OP18， 以及肖斯塔高维奇的第八号弦乐四重奏。那下半场呢，为大家带来 Hugo Wolf 的意大利小夜曲，以及俄国作曲家包罗定的第二号弦乐四重奏。欢迎大家来听哦。